ホームドラマチャンネルをご覧の皆さん、エディセン・ソンです。拍摄《若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去日本取景，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场景就是在京都的小仓山二尊院。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枫叶的季节，非常非常的漂亮。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再次造访。我在戏里面饰演的角色叫丁志明，他在农场工作，所以我们拍摄期我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在农场里面体验农民的工作内容，由此得知务农的生活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在这两个月的拍摄期里，跟孙可芳培养了非常非常好的默契，我们有一起在农场里面工作，一起在都市打拼生活，然后最后我们到日本画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结局。